哎，你把你公司地址给我。哦。我来看一下路线。走吧。走吧。啊，他送他上班是吧？送他上班。其实这就是老秦特别喜欢的水到渠成。来吃点吧。吃点吧。这是美式是吧？对。我想喝水，喝一口。我不喝那个，把这给你打开。没事，我喝一口啊。你开车吧，你开车别管我。啊，怎么很苦，你这喝不惯这味道。好，这个提神醒脑啊。没事，感觉你好像有点懵了，觉得。没有，你刚那个什么打开，我不敢开快。不敢什么？不敢开快，怕洒了。还有个书本在里。谢谢。是啊。谢谢你大早起来点饭。我今天定的闹钟本来是7:20，然后我最后一次醒是7:11，惊醒，我说我天都这么亮了，完蛋，然后看一眼表，这是你来这儿起的最早的一点吗？对，其他可能10点钟才起吧。CEO， 这是最后一封信了，十几天兜兜转转的，给你写的最多。这些天我承认我有在期待早点回小屋，或许也有人在惦记我什么时候回来。好像我们认识了很久，但我们也才认识，那些让我慢慢打开的瞬间确实是你让我真实感受到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写的每一封信，字字句句，谢谢你这些天做过的每一件事都很珍贵。